咱们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余化龙，你看我说你，你还不承认，真的是太自私、太狭隘、太肤浅了。你这帽子扣的有点大了。我觉得不大不小，你倒正合适。我不跟你说。甘娟，你觉得咱们有必要打这一仗吗？有这个必要。为什么？这一仗啊，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几个日本鬼子，更重要的是。 给清宫他们做出个样子来，以此来鼓舞他们的士气。这样，也可以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啊。我是说，这跟咱们马帮有什么关系啊？谁让咱们赶上了呢？啊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退！你们都给我退！ 你要是再不退，我一枪崩了他脑袋！哎哎，别激动，退退退，快点，往后退！说，你劫持我们的人呢？说，我们在这儿，你把他放开！哎呀，全真剑，你们都在。 大哥，杰爸，猴子，咱们你们两个人一起站岗。那是这么说的，让他回去他不回去嘛。你看，让他一个人站岗，我心里面真是觉得过意不去。俩人站岗那是浪费，不然也不分，啥意思？ 我跟你一起站岗，我们可以看好我们的马。我可以看住你啊？看我干啥呢？哎，你怎么搞忘记了？你是有钱钱哥的人呢，啊？我要不看住你，你要被那个小妹子勾搭走。 你上次回来啊，跟个连整的，像个桥一样。薛老师，我就这一点毛病，你咋又什么事都把这事往外领？啊，你是不是想让我？君子哎，子登科，不登少来，一样一直有。君子动口也太……行了。 不许再闹了，好好站岗。你不要再闹了，好好站岗。 阁下，你的武功真的高强，我太佩服你了。打我记事起啊，我爸爸就教我习武。 为了这个，我可没少挨揍。严师出高徒嘛，以后有机会你教教我。行啊，不过。
你也要答应我，教你一些医疗上的事儿。嗯，真会钻空子。康队长他们还在研究作战计划呢。这一仗很关键，只能打胜，不能失败。 这是一个不错的作战方案，那到时候我们就各负其责了。好，好。哎，杰巴，啊，我发现个问题啊，木子，哎，我说，你打哈欠怎么解吧？明白，废话你。 我要是打哈欠，你结巴，那还不比那个逼死老子啊！现在不说这个，我再问你个问题。不会吧？你还会问我问你？你看看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嘛。哎呀，你好，算了，你看看，给鼻子就上脸。 三不了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马医生他睡了吗？他不睡觉，这个时代是他，搞不着。你看，说你傻你就傻，一点都傻。今天晚上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。哎，那你想他非搞么子？ 谁呢？干部，有人，在哪？哎，咋又没了呢？哼，做梦吧？啊，是不是又看到了过去勾引你那个小妹子啊？真有呢。 是有了，在丽水镇吧。你说啥？你咋就不相信呢？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才二呢。走，我去看。看就看。 你给我在家待着，你睡觉跑这干啥？你跟死一转，你哪个哪管呀你？对不起，你吓死我们！跑这干啥来了？你干，你干，你干！俩都给我站好！嗯，站！告诉你们呀，我现在肩上担负着特殊的使命。 母子死不是使命，母子命，插杠。你是啥？你插我们的杠？在康队长临行之前，他秘密的授予我权力，他担心你们。 万夫之首，坚守自盗，做贼心虚，不亦乐乎？啊，这么多罪名呐！还有呢，还个屁！金胖子，啊，这小子在耍咱，收拾他！哎，干啥？干啥？ 阿姨。
满意。哎呀，干啥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转过来。哎呀，你说你的，你不用转了。你这人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？哦，昨天晚上让你得手了，舒服了，你就不理人了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。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？你给我转过来。哎呦喂，你这脸这是怎么了？别说了，还是别说了。不行，你必须得说。你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我是谁呀？谁敢打我呀？我不打他们就不错了。那你这是……哎呀，哎呀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不行，到底怎么了嘛？我从你那儿出来以后啊，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，他就生愣愣的到了马棚。马棚？嗯，可不是嘛。当初啊，我还以为……是不是马生病了？我就准备呀，给马做检查。哎呀，谁知道啊，这马呀一顿撂蹶子，他就把我踢成这个熊样了。啊！你这是被马踢的呀？哎呀，人呐，他倒霉呀，放屁他都扭腰，喝凉水儿。他都塞牙缝儿。哎呦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哎小鬼子再近一点，行吗？能行。小鬼子，快进去站吧。康队长，他们怎么还不打？进而击之，使之重创吧，此乃孙子兵法也。要问教子，臭显摆！你这样说话不大友好吧？我就这样。行了，注意观察吧。打！We'll be right back.
怎么没看见高夏啊？一直没见他，我也在找，但是没见他的踪影。声音在那边，小小，你去接应一下高夏。是。哎，记得点啊。我也去。哎，小心点啊。 真是命不该绝呀！这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们等着瞧吧。 干岗啊！啊，猴子跟爹爸都站了一宿了，我怎么也得踢他们一会儿吧。那我陪你好不好呀？你陪我？夫唱妇随嘛。夫，你说我是？我人都给了你了，你不是我的夫，又是什么呢？ 啊，睡一会儿就行了。哦哦哦，你个傻傻子，你想憋一个憋死老子啊？嗯，还没睡够啊？今早才挤一挤，睡的时间够长的了。 好像眼睛还冇闭一个闭闭上，就是闭上就死了，就睁不开了。哎，谢老子，高大哥前去探路的时候给咱大交代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重复一遍。他让我把这里的事情全都管起来，我现在就是侯总管，啊，你听我的。 你还真把这个当个官来住了？那又差啥呢？我跟你说，
老大哥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好好的惯着你，干出点样子来，千万不敢出事啊！我，一定给高大哥长脸，干出点侯总管的样子来。走走走，到马棚去看看。好好，家里。三天，三天啊！螃蟹三，赶紧买呀！啊，要是当了官，我们是保了刀八辈子鱼和鱼没了。走，走，啊，是。见我当总管，你很不开心。闭嘴！要尽管。把钱给我。好，亚丽，没想到啊，这个马呆子可的那个乖乖还真有情况呢。你就会傻笑。不笑不笑。昨天晚上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昨天晚上无与伦比，一世无双，无法用语言形容。那你想娶我为妻吗？又怕我家祖坟没冒那股青烟。我要是答应你呢？那是我马家祖上修来的阴德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我要真答应你，你拿什么养我呀？我相信我一定有本事养活你。衣砖就靠你那点儿给畜生看病的本事。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呀。你想发财吗？不想发财的是傻子。那你想跟我去国外生活吗？去国外？对呀，比如说美国那儿啊，可跟人间天堂似的，连刮的风都是香的。我想有用吗？我想人家，可人家不想我呀。这样吧，你今天晚上再到我这儿来。今天晚上，看，那他们要回来怎么办呢？那一会儿你就说跑多拉西，让他们来替你啊。跑多拉西，这好吗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听我的就是了。哎呀，这，好，照办，一定照办。这才是我的小乖乖。就我这德行的还小乖乖呢。你想母子侯总管，你这个想母子？你说，他俩交头接耳的在说啥呢？啊，对，肯定是在说这个罗马配整的事，先配整，后下注，想配注，
侯瞎娶。哎呀，真是埋个埋埋想到啊，这个马袋子还有两下子，把你大名鼎鼎的烧烧猴子，嗯啊，猴总管，给灭掉了。你说啥？你说啥啊？他命啊？嗯，笑话，我是谁啊？你也不睁开你那白眼珠多黑眼珠少的眼睛看一看。我姓侯，我是侯爷爷啊。他姓啥？他姓马。我美猴王孙悟空是弼马温专管马的啊。他命啊。哎呀，傻猴子啊，我看你是不穿牛皮，你会死吧？我穿。嗯，我这一跺脚，哎，疼！你还跺脚，你肯定站不住，摇晃晃，摇摇晃晃，一个摆足。摇摇晃晃，那是腾云驾雾，十万八千里，你知道吗？还十万八个八八。别扒了，别扒了，说，他俩在一起，这真的就是聊的。公马配种母马下局的事情，肯，别坑了呀！肯定，肯定，谁的钉让你坑的？啊，你又能坑谁的钉呢？哎，你以为软软的钉钩子好坑？也不怕割掉你的大牙？好，我讲不过你这个傻猴子，以后干不干了？不。就冲你这屁事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再说他俩，你说他俩到底在说啥呢？你说，以我侯总管的分析，他俩绝对说的不是这个事情。还个对，不信，咱回屋里等着，不出十分钟。哎，青龙啊，这些枪支弹药啊，交给你了。有了这些枪支弹药，我就可以带着青龙山的兄弟与小鬼子大干一场。青龙。我可以把你们的情况上报重庆方面，请蒋委员长给你们颁布正式的番号，编入国军的序列。什么序列不序列？我青龙无所谓。那可是享受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。再说了，你也不用替你这兄弟操心啊。李特派员，这次啊，我跟康队长学了不少。教会了我怎么武装自己，没了东西咱就找小鬼子去抢。我的兄弟都跟我说了，说只要跟康队长打鬼子，他们怎么都行。安全，还是你有人格魅力。什么人格魅力啊？那是什么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只要你啊以心换心，以命换命，别人啊就会跟你一心一意，同心同德的。老乡，我真的得说你两句啊。小云姐，你怎么了？你太冒失了，你怎么能够一个人？我就不想放过那个汉奸头子，只可惜啊没打中。那你万一有了闪失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把我高下的子弹啊还没造出来呢。你给我严肃点。雪云姐，你别叫我，你不认我了？你太不听话了，我子弹是不长眼睛的，打在谁的身上都是一个血窟窿。好姐姐，我以后改行不行？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？好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长记性。
哎，烧烧烧猴子啊！嗯，还有五急啥呢？时间刚过了一半。我是怕你搞忘记了。忘了？哎，咋能忘呢？不就是南京老白干吗？那早都准备好了，看到吗？爷，这爷一块答应你就管我叫爷爷。你这么闷，我是讲你这个家伙够爷们。爷们，必须是爷们。行行。真舍不得你们走啊，我也舍不得你们。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山不转水转，两座山碰不到一起，人总会再见面的。伯仲，再见。哥，急了，你是呛了啊？时间到。谁说时间到了？还差一点呢，差一点点四毫多。这一点儿，一点儿就是十个数，十个数。你数十个数，我数十个数。嗯，那你要你咋能不给你？你要输了，我把总管也输给你啊！你是郭总管，真管，你留着自己认。我要大洋，我给你大洋啊！你数十个数，那我就数了。你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结巴子，你平时都结巴啊？你看你今天还不结巴嘞？四、五。六完了是七，七完了是八。我说说你咋子不个嘴嘞？那算哪户的了？你着啥急呢嘛？我这是帮你的忙，你看看，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是什么坏？也没有大言是坏，没有大言是坏，你接着说。我数是数到几了？对呀，你刚才数到几了呢？七，八。罢了，哎，你脑袋上有疤，叫啥叫啊？卢沟老窖，茅台，五粮液，啊，哎呀，我这肚子往下坠着，绞着劲儿的疼啊，哎呦，你这个时候回来。干母子，我这肚子往下坠着，绞着劲的疼啊！疼吗？疼死你！郭姐吧，我没招你，我没惹你，谁肚子绞着劲的疼，谁知道？哎，你们可不能说我是装的呀！这个倒霉怪，我是倒霉。哎，给我两张纸。一块大洋，两张纸就一块大洋。江叔，你也太黑了吧！我黑，你这个呆子，就差这么一点点，差那么一点点，我
就要拉裤了。麻烦你们二位替我盯一会儿好吗？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打死你！咋样？依得你麻，保贼了。保得不了，走，站岗去吧。春。